田北俊去選舉咧係賣色嘅。我哋呢度準備咗幾張幾隻顏色嘅凳嘅，轉頭揀你哋中意嘅顏色，揀你哋中意嘅左右位。整色整水真係，反正冇人睇啦。田北俊係咩色咧？青色啦，青色有機會轉色啊嘛。黃色啦，因為黃色係民主嘅意思。OK， 因為你冇藍色俾我哋揀，咁點得啊？有。OK， 藍色啱啲嗬。睇到啱啦，啲柳叔嘢應該係灰色，暗淡啲咯。紅色啦，強硬啊，鐵腕。黑色咧，暫時睇都睇唔到啲咩希望。佢塊面都好黑。我揀橙。橙色我就好揀啦，你知點解咧？梁生啲咩色啊？你真係。我唔記得咗啦，我都唔記得咗啊！梁生係橙色嘅，嚇。其實我中意藍色，因為 pastel colour 襯我件衫啊嘛。我都想同你換噶，不過換乜色我都唔係幾想換橙色咯。我覺得你好難太簡化話你係咩顏色，每人係入咗一個定型咁樣嘅，因為每個人都係複雜噶嘛。我咪揀咗藍色等咯。嗱 ，James 唔知記唔記得我幾時第一次識你？貿易處係啊，幾多年前我都唔記得，最少30年噶啦，係嘛？係啊，應該係我87年調去貿易處，咁而家2017咁啊，真係成30年啦。係喎，係喎。嗱，嗰時候已經發覺呢位田生官仔骨骨喎。其實我哋好多朋友咧都話你唔好笑啊嚇，佢哋話田北俊去選舉咧係賣色嘅咁。咁嗰時候我見到初識葉太嗰陣時咧，我哋成班朋友啊，唔淨止係我啊，哇！呢個女官幾巴閉嘅喎，嚇講嘢好似好有自信，哇！呢個係叻人，咁我諗我同佢最大嗰個市民會記得嘅就係2003年23條，咁葉太係保安局局長，咁我作為建制派初都係支持噶。咁後嚟係2003年啊，嗰年係問題多多，又沙士啊，又失業啊，又乜又乜。咁後嚟最終啊，自由黨同我就決定咗唔可以支持政府。咁當然，如果要為咗開片而開片，咁我當然都可以問啊 Regina 啲嘢嘅。因為我又好怕人話我酸葡萄啊嗰啲咧，係嘛？唔係喎，抽少咗好多喎。抽我水就睇得起我啫，有水俾人抽住好啊嘛。